七八月暑假期间呢，是原住民部落丰年祭的活动期间，而新城乡第一场的部落丰年祭呢，十五号是在北新部落登场。乡长何礼台致赠文化礼金，重视阿美族的传统文化，也祈求祖灵能够保佑花莲和气平安。我们一生三分。每年七月份到八月份，就是阿美族各部落的丰年祭典活动。在炎炎夏日之际，也是新城乡境内最热闹的原住民族的盛事。新城乡第一场的部落丰年祭十五号在北新部落热情登场，新城乡的何礼台也致赠文化礼金来支持部落的各项传统文化，同时也欢庆一年一度的文化祭仪。参加八年的阿爸部落都阿龙妈来，你们的辛苦啊，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感谢，好不好？我们都拜你，你都拜你哦，乡长的干啊，请代表乡长了哈，在这次的大会里面能够顺利圆满，各位呢家庭幸福。现在下面代表吕春梅也向部落主人们致意。丰年祭是我们阿美族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庆典活动，我们在丰年祭的时候祈求我们的祖灵马拉道给我们主人年年的丰收，身体健康。在藤木汉部落青年的带领之下，部落妇女们一同来欢唱阿美族最传统的歌谣，各部落青年妇女们表演多首的歌曲，在炎炎夏日当中，阿美族的歌声绕映在部落当中，用歌声和舞蹈来传扬自己的文化。记者金弘毅，新城乡报道。